主料：东星斑800克，辅料：油、生抽、姜、香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食材：东星斑、香葱摘洗干净，切丝，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会，生姜洗净，去皮，切丝，铺放在蒸盘，东星斑放在姜丝上面，再将姜丝铺放在鱼身上，放入锅中，放火蒸12分钟，时间到，揭盖，熄火，拿出鱼盘，倒掉鱼盘里面的水和将姜丝拿掉，将葱丝铺放在鱼身上，淋上滚烫的葵花籽油，倒入生抽调味，即可上桌享用。烹饪技巧：蒸鱼的时间由鱼的大小来掌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